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沈贝，我来自上海市。我选择紫色破落衫的原因是，它给人以神秘与成熟的感觉，它能使我更有魅力。我的兴趣爱好是唱歌。因为我比较喜欢英语，然后我很喜欢外国的风景，还有人情，还有他们的那种习俗等等。是的，所以说我学习英语，然后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出国看一下。